你早，早上的6:22啊，今天6月27号，星期六，那今天是周休第三日啊，连假第三日。首先恭喜各位啊，我们昨天539继续中奖啊，恭喜各位，这个礼拜总共中两次。礼拜二啊，中两次中三组牌，今天呢6月26号也是中三组牌，只是差别在你第三组牌我没中三星，啊只有中两星。第一组牌2326中二六，第一组牌全车2326正二六，第二组2326中八尾，二六中八尾，第三组牌2655尾八尾。中两星啊，中两星，来看看我们买的啊，这是社长在台湾彩券公司买的，彩券啊，2608，也就是二六碰八尾啊，2608、2618、2628，所以我们中的是2638。各位有没有看到100块？我们中了1125块，100块中了1125块。啊，我社长跟各位签的都一模一样，啊，你看，这是台湾彩券公司买的啊，这是39热河彩啊，二三碰也是八尾，我是2326碰阿尾，二三碰八尾啊，从0818、23，可惜二三没开出来，开了三八，所以昨天我们自己中的是2638，啊。昨天我们恭喜我们会员啊，都中了大奖啊！大家端午节啊，真的是好好的过端午节啊！社长自己买一点都中了很多钱，我何必要爆牌给你干什么？爆牌你不用先会参加会费3000块，我绝对不会再爆牌给你的。没有300块的会员，一组牌你要第一组牌就是1000，第二组牌1000。第三组牌吃红是1000，三组牌总共吃红3000，啊，各位，我自己签就有了，我还要你签干什么？你这个你是头壳坏还是我头壳坏的？赶快报名0915008814，我们也不收会员会费，我们只是收你押金。啊，我中奖你不给我钱，像昨天还是继续有人不给钱啊。我们一看就知道骗牌的，用各种名义来骗我的牌啊！因为我300块便宜嘛，都不说中，会来了，吃红钱没有会来，很抱歉，没有3000块我是不给你，不会给你寄出去的啊！各位最少要3000块的押金啊，要不然就是1000块，我们分组报。